是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去这间游乐园玩啊，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玩欸。它就是虽然说里面不大，但是它就是该有的都有啊，这样。然后就是整个，我觉得它就是很完整，就是麻雀虚小五脏俱全。你刚刚是讲麻雀虽小吗？冷，就冷气的冷啊，那个字念冷。要不要来玩脑力激荡？你刚刚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有听他刚刚讲什么吗？鸡蛋。对，脑力激荡，脑力激荡。那你会不会吃鸡蛋糕？你有吃过蛋蛋汉堡？鸡腿配蛋，蛋我们都在一起。看起来不错啊，那个材质跟作业都感觉还不错。哈？什么作业？啊？我刚刚讲作业吗？我应该讲做工吧，就是那个车缝做工啊。余威，最近打工真的很累。啊，辛苦了。啊，赚钱真的不困难呢。啊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桥都船都自然直。阿嬤，你有坐过那个阿里车小火山吗？哎，君，你选 Hello Kitty 吗？哎，你这个档案里面没有 USB 耶，无驾照时真的很不行。我跟你保证，它一定会变成压死稻草的最后一根骆驼。哎，我想去那个阿乌蒂沙拉博玩，因为你有没有吃过超商最新出的那个龙沙虾拉的饭团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一题就是中了陷阱里的题目。哎，阿嬤，我想要买 GoGo 戴在头上，就是可以露营的那种。你要把高高帽戴在头上，那你还真厉害。妈，我作业放。老师。妈。妈。老师。哎，我有你们这些小孩，我也是醉。你们压脸，我还不压脸嘞！最好不要太嚣张哦。你哪壶不开提哪开啦！我现在就给你滚出去。老虎不发猫，你当我病鬼？拿来，你是要手机还是大锅？当然是手机啊。嗯，还顶嘴，叫你家长来跟我拿。结果了。哎，阿嬤，我要偷加饮料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要波霸奶茶。是波霸。波霸。波霸奶茶。波霸奶茶。是波霸。姐。是波霸。好了，让你们吵啊！我要关心奶茶。那我是不用。那我要无糖去。今天我来玩绕口令，44只石狮子。44只石狮子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鱼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鱼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汤汤塔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塔汤汤塔。塔滑汤洒汤汤塔。我不是念对吗？念都对啊。南港展览馆的官方官方网站绽放万丈光芒。南港展览馆的官方官方哎，观光官方网站绽放万丈光芒。观光网站。观光网，观光官方网站。好棒。